暖暖九宫格气球教学，只要九个步骤，让你轻松学会折气球哦。步骤一，准备剪刀一把，260红色气球半条，260黄色气球一条，打气筒一个。步骤二，将260黄色气球充气，尾端大约预留食指宽，我们从前面的这个吹嘴处大约折四指宽，我们折一个单泡。再往下我们也是折大约四指宽的一个单泡，然后我们抓着吹嘴将这两个一起扭转，然后吹嘴从中间我们把它塞入，让它固定。步骤三，我们同样再折大约四指宽，我们折双泡。步骤四，我们将第一个双泡结，然后要塞入呢到第二个双泡结中，我们双手呢把它往下推，让它卡住，稍微调整一下，我们让它形成四泡结。我们拿着剪刀从后面尾端我们把它剪掉，步骤五，我们将260红色气球充气，我们大约充十指宽，我们将吹嘴跟后面的这个 尾端我们来把它打结固定。我们打取一半，然后把它对折，我们扭转成两个双泡结。我们将多余的这个球瓶呢，可以把它剪掉。步骤六，我们将这个红色的这个虾尾放在四泡结上面，然后把它握住，另外一手呢我们抓着这样一个的球皮，然后我们绕过上面的这个虾尾让它固定。步骤七，我们沿着这个球皮呢从侧边我们把它绕一圈。好，我们绕回刚刚的这个吹嘴处。步骤八，我们将球皮跟这一个吹嘴我们来把它打结。好，我们将多余的这个球皮呢可以把它剪掉。步骤九，我们的炸虾尾就完成咯，换你试看看吧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